说能够维持一样的控球状况。哇，这一球打到右半边，看看落点，看看落点。看起来像这是一支全垒打。刚刚摄影好像已经打到场外去了。对，摄影机的角度好像是根本没有拍到球。他因为他这个角度拉得太高了，所以看到靠着陈子豪的这一发全垒打呢，目前场上中信兄弟把领先的差距，应该说是把这个整个比数啊，目前是翻盘过来，是2-1领先。统一自从第一局拿下一分之后，接下来就没有再拿下分数，而中信兄弟呢，现在到了6局下半，陈子豪的阳春炮本季第18支全垒打，终于让中信这场比赛首度领先。但严格上来看的话，这个变速球我觉得也不太算是失投，只能说打者最后他球往下掉的那个轨迹来讲掌握太好，这个